Hello, everyone. This is Miss Tina. Welcome back to our English Story Time. Today, Miss Tina want to show you a story. The story's name is When Mama Comes Home Tonight. When Mama Comes Home Tonight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Tina 姐姐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听故事学英文时间。今天 Tina 姐姐带来一本故事书，叫做《今天晚上当妈妈回来的时候》。今天晚上当妈妈回来的时候。咦，妈妈晚上啊，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会对你做什么事情呢？会和你一起做什么事情呢？想一想哦。那这个故事中的妈妈回来的时候，又会对她的宝贝女儿做什么呢？你们看图片中，妈妈抱着女儿好紧好紧哦，她好幸福，幸福到在细吮手指头呢。我们来看看故事哦。Pet a cat, pet a cat, bad Christmas.When Mama comes home from work, dear child, when Mama comes home tonight, she will cover you with kisses. She will hug you sweet and tight. 当妈妈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啊，第一件事情她就会紧紧地抱着她的宝贝女儿，然后给她很多很多的亲吻，让她的宝贝女儿知道妈妈多么多么的想她哦，而且会抱她抱得好紧好紧哦。你看她的宝贝女儿好开心哦，开心到吸吮手指头耶。Pet a cat, pet a cat, bad Christmas. She will feed you soup and applesauce. She will dance you down the hall.当妈妈抱完 baby 女儿的时候啊，妈妈就要准备晚餐啦。今天晚餐啊是好喝的玉米浓汤，还有苹果酱哦，这些都是这个宝贝女儿最爱吃的呢。然后呢，妈妈煮完晚餐之后，会喂她的宝贝女儿她的汤，还有她的苹果酱。吃完之后呢，他们会一起在走道上跳舞哦。你看，妈妈正在教她的宝贝女儿跳舞呢，两个人都好开心哦，好幸福。Pet a cat, pet a cat, bad Christmas. She will pray again, or pet a cat. She will wrap you in her shawl. 接着呢，吃完晚餐，跳完舞之后，妈妈啊会把她的宝贝女儿抱在沙发上，让她坐在她的膝盖上，用她的披肩围住她的宝贝女儿，怕她凉到。接着他们会一起玩游戏哦，那个游戏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，你们有没有玩过呢，小朋友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问问看爸爸妈妈哦，爸爸妈妈可以教你们怎么玩这游戏哦。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玩游戏呢，好开心哦。Pet a cat, pet a cat, bad Christmas. She will hold you at the window. She will help you count the cars.接着啊，玩完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之后呢，妈妈会抱着她的宝贝女儿在窗前，看着有多少车子经过他们家门口，一起数数看有几辆车子哦，一辆、两辆、三辆、四辆、五辆、六辆，有六辆车子经过耶！哇，好棒哦 ！Pet a cat, pet a cat, bad Christmas.She will make three wishes in your name and tell them to the star. 接着呢，看完有几台车子经过家门口之后，妈妈会抱着宝贝女儿数数看天空的星星。你看夜晚的星星好漂亮哦，一闪一闪，好像妈妈的眼睛一样金光闪闪的呢。妈妈一边数星星，一边会跟宝贝女儿一起许三个愿望哦，而这三个愿望妈妈都是用她宝贝女儿的名字许的呢。你们有没有用过星星来许过愿望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晚上可以试试看哦。 Pet a cat, pet a cat, bad Christmas. When Mama comes home from work, dear child, when Mama comes home tonight, she will say, Let's put your box awayThe red, the green, the white. 今天呢、啊，妈妈下班了，回家之后呢，她的宝贝女儿正在玩积木哦，玩得好开心哦，建造了很多房子啊、车子，玩得好开心。妈妈一回来就带着她的宝贝女儿一起收积木呢。积木颜色有红色、绿色、白色，还有各种不同形状哎。有椭圆形、正方形、长方形，哎，你看小女儿玩得好开心哦。她用积木建造了好多东西，有房子，有车子哦。小朋友们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玩过积木呢？玩得开心吗？你们建造了什么呢？ Pet a cat, pet a cat,
Baker's man, she will fix herself a cup of tea and let you have a sip. 说完玩具之后，妈妈呀会为自己泡一杯茶，当做下班后回到家能够休闲一下的东西哦。妈妈泡一杯好好喝的水果茶哦，她也让她的宝贝女儿试着喝一口呢。你们看，这样是不是很幸福呢？那你们家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让你们一起喝过茶或果汁或者是牛奶呢？你们是在吃饭前喝的还是吃饭后喝的呢？ 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's man, she will mend your blue pajama and her own pink satin sleep. 接着啊，妈妈呀会帮她宝贝女儿的蓝色的睡衣，因为有些破洞了，所以妈妈会用线帮她补她的睡衣哦。还有妈妈的粉红色的丝绸的睡衣，因为有点拉扯到了破了洞，妈妈也会用粉红色的线来补哦。看这边有粉红色的线，还有蓝色的线哦，这两个、都是平常宝贝女儿跟自己的睡衣呢，好舒服哦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的睡衣又是什么颜色呢？又是什么材质的呢？你们可以看一看哦，在下面回答缇娜姐姐哦。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's man. She will bath you soft and gentle. She will brush your curly hair. 接着啊，吃完晚餐了，也喝了茶，妈妈也补好衣服了，也玩了游戏。在睡觉前当然要洗澡咯，妈妈会放一缸好舒服好舒服的温暖的热水，然后把她宝贝女儿放在里面。你看，有玩具船，还有游戏鸭，塑胶鸭可以跟妹妹一起玩耶，妹妹玩得好开心哦。妈妈一边让她玩，一边用温暖的毛巾还有热水帮她洗身体哦。洗完之后，妈妈还拿梳子梳着她的宝贝女儿的卷卷头发呢。你们看，妈妈跟宝贝女儿的头发都是卷卷橘色的哦。那你们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是直的还是卷的呢？ 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 man. She will read your favorite story in the cozy rocking chair. 在睡觉前，妈妈一定要念给她宝贝女儿一个睡前故事啊。这是她宝贝女儿最爱的故事哦。在哪里念呢？当然是在一个很舒服的摇摇椅上面念哦。一边念故事一边摇，也可以一边哄小朋友哦。小朋友快睡着了呢，你看他手里拿着他的小毛巾，然后另外一只手还在吸吮着大指头呢，准备要睡咯，晚安。 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's man. She will find your tattered teddyAnd your fussy little sheep. 接着啊，妈妈啊会帮她找到她最喜欢的泰迪熊了，毛茸茸的泰迪熊，还有她的软软的小绵羊。泰迪熊跟小绵羊都是小朋友睡觉前所需要的玩具哦，她都要抱在手上才能够睡呢。那亲爱的宝贝们，你们有没有一定要抱的玩具或小贝贝呢？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讲哦。 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's man. She will hush you down with lullabies until you are nearly asleep. Good night, sleep tight, little baby. 接着啊，念完故事书给宝贝了他的最爱的泰迪熊还有小绵羊。你看妹妹在抱着小绵羊耶，妈妈就要唱摇篮曲准备让妹妹睡觉咯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 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's man. She will tuck you snug beneath the quiltAnd live on one small light. Good night, sleep tight, little girl. 接着啊，妹妹睡着咯，妈妈就会把妹妹放在床上，盖上她最爱的小棉被，躺在软软的枕头上，旁边有她最爱的泰迪熊还有小绵羊陪她一起睡耶。妈妈也会给她一个晚安吻哦，留了一盏小灯，怕妹妹如果要找妈妈的话，不会跌倒哦。
Paddle cat, paddle cat. Baker's man, when mama comes home from work, dear child, when mama comes home tonight. 这些事情啊，是每天晚上妈妈下班回到家要做的事情哦。这些啊，是每天晚上都要做的呢。那你的妈妈跟爸爸平常晚上下班后会做什么事情呢？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。Paddle cat, paddle cat, baker's man. Today we are going to do the work tonight, tonight, T-O-N-I-G-H-T, tonight, tonight 就是晚上的意思哦，今天晚上的意思。Hope you done the work and enjoy your story.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